羡慕，很羡慕。但是我讲，我特别尊重流量，而且我坚信一点，凤尾琪不光是流量问题，往后看，他会成为非常棒的歌手。谢谢老师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靠谱吧？靠谱啊！我跟你说都对，因为我教他唱歌啊。最后介绍的这个姑娘，可能老一点的人不认识，但是我必须请她来，因为她是中国流量代表，她为中国女明星争了光。为什么？因为流量前三名、前两名都是男孩。现在男星当道，女星只有这么一个力挺的，她叫孟美岐。十个年头即将踏上征程，我们的这段路途上将会沿途举办九场大型的义诊，免费发放药品，普查地方疑难杂症，捐献四所韩红爱心妇联中心，免费为患者实施600，积极做好服务保障，确保基金会的各场公益活动顺利开展。韩红爱心团队是来服务的，希望能够让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满意。谢谢各位。谢谢方方老师。大伙儿敢不感谢医疗专家呀？感谢。最后一张，大伙儿真心的感谢一下自己和支持你们的家人，敢不感谢？感谢。讲秩序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我念出来。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数了？啊，对。好吧。再做15分钟，先把饭吃完。好吃吧？给你个饼子。哦，谢谢。就你们分吧。我们的饭。我的手是嘚瑟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里边是什么？好像还有辣椒，好像有辣的是土豆吧？嗯，我手干净。洋芋饼饼，洋芋饼饼，洋芋饼饼，是吗？从哪儿买的？好吃吗？可能我饿了。没事了。